这上货来了啊，卖报的啊，好的，晚上等你啊。那、啊、是还有人还有人夸我的发型很帅、哎、谢谢啊，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，特别的开心，是特别的激动啊，这么多人啊来到我的专场德州、还有我们郎老师，您客气，今天咱们一块儿啊，就是我们一个汇报演出，哎，小小的表演。对了，有些哪块啊不到位的呀、啊，大伙多多的担待，您多批评，都是小学生，是，可能啊德云社人家现在观众啊听的都是我师傅郭德纲，哎，郭老师，但是可惜已经不在了。对，还有什么？哦，您先等会儿，那您等会儿，哎，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高兴什么？你看你笑的， 我没高兴。你这没高兴，一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那花呢。我也穿的是红色蕾丝的，是吧？矜持一点。哎，我已经很矜持了。早晚的事儿。对，你别着急。没完了。不是，我师父郭德纲人不在德州了。哎，没在这个剧场，对不对？很少来到这里。嗯。还有我们于谦老师。于老师很壮阳 啊，少说这个，也是没有来。是我们呢，我们的作为一个徒弟辈的，来到这儿让大伙看看，嗯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样的能耐啊？啊，有什么样的节目啊？是给大伙展示一下，我们也见见世面。对，就是见见世面。这么多人，说实话都紧张，哎，有点激动啊，都激动。但是旁边站着郎老师，说实话心里还是很有底的。您客气了，真郎和爷郎老师啊，也是德云社来说一位不错的捧哏演员。也就您夸我，不是我夸你，关、啊、为什么一上台来，大伙抱以热烈的掌声啊？那不是都是给您的吗？别，你喊你小点声、哎、我跟你说，哎，小点声小点声，不是您别这么不要脸好不好？我认为都是给你的。再说一遍。我认为都是给您的。也没有那么夸张。真的啊？为什么都是给您的？千呼万唤你出来。你听听，您等会儿，我先别听了。您怎么没文化呢？怎么没文化了？那叫千呼万唤我出来。老词儿，老词儿，千呼万唤使出。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。区别在哪儿？合着我比那个味儿还大呢。是味儿大。没有味儿。真是有味儿。谈不上。我说实话，郎和爷郎老师，我别的不敢说，在德云社来说怎么样？算是首屈中指的演员。您客气。把所有没完了是吧？干什么、啊、我怎么首屈中指、啊、这不夸你吗？夸我不能是中指，得一指这个呀。要脸吗？还要脸吗？不是，我都让人中指了，我还要什么脸啊？我还要头一个，这不我师父郭德纲吗？啊，郭老师，对不对？人家不德云社的扛把子，怎么能说你呢？扛把子，德云社的大哥。大哥也不行，首脑。您换个头目。没完了是吧？话事人。你这可以了，话事人都说的咱们跟黑社会似的。就德云社团吗？就德云社，德云社团体啊。哎哎，头一个得我师父吧？那不是我了，郭老师吧？嗯。第二个能是您吗？那是谁呀？于谦，于老师啊。哦，于大爷，外号山鸡。对，两火古惑仔呀、啊、人家排第二，有没有意见？啊，没有意见。头一个师父，第二个于谦，是第三个就是您了。我首屈中指的演员郎厚言，可不能这么说呀。怎么要说相声的话啊？张老师您是我两倍。你是我四倍好不好？你这就成了。您有四个中指吗？我这都是夸您。您哪句是好话呀？捧哏演员站在桌子里边不容易。哎，这倒是。好多人以为啊，捧哏的站在里边就是诈骗。谁呀？有些观众啊。哎，不能那么说。对，你看，不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退票等我下去再退，不要伤及无辜，私人恩怨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瞧瞧，捧哏演员来说，人家其实是有能耐的，哎，有点本事，只不过不愿意跟我们争，是节目的需要，好的东西都给我们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说大段的台词，
啊，我们这刚才是李根儿，嗯，在台上是不是逗哏演员这儿大段台词，汤汤汤汤，成本大套，不加思索，脱缸而出，人家这种感觉，就所有的演员，你们，我怕你舔上。不要脱缸而出，成语呀，脱口而出，人家上下颠倒了，哎呦，差不多，差远了，人家这是能耐吗？啊，这是不是能耐？这是本事啊！汤汤汤汤，捧哏演员有吗？我们相对来说差一点，但我们也有。对，不是说他们不会，对，是他们很次，没错。所以说，谁说的？不是。很委婉的不愿意展示，你不该表演的不演，就像刚才的绕口令，嗯，一般你看有节目表演绕口令的时候，嗯，都是捧哏的堂堂堂说出一个，对对，我们逗哏的以不会的形式来说这个，这是传统节目绕口令，都会绕口令是最简单的基本功，是是，说学逗唱你得站一个呀，哎，没错呢，说。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。提了塔嘛的喇嘛，要拿塔嘛去换。腰里别着喇叭，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说不换。两个人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。怎么还哪两个人？我不管啊。哑巴说不换，哑巴都说话了。不是啊，哑心里话不换。我以为这哑巴说还没说出来呢。你怎么比哑巴都悲催？我是都会这个，是是，说基本功，对，展示这个的啊啊，说还有那个学学学更难了哦，包罗万象，是是，什么都是我们学习的范围，我们都得掌握，学说学唱学表演，是啊，哎。对不对啊？你来说唱来说唱，你看我师父唱的好，郭老师京平帮曲，人家没有不会的，那太行了，样样精通啊，全能来，对不对？你像咱跟人学一点点皮毛，到现在都不敢弄。如果您说说您学什么了？拿京剧来讲，国粹，好，那是国粹，是是，不是张嘴就来的，那可不。老话怎么说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一分钟，对，作为就两分钟啊。台下十分钟啊，十分钟也不对，十年功，对，十年功，嗯，没有这十年功，你在台上你来两句，同行同业的内行人一眼就能听出来，人家一耳能听出来，人家还笑话，对，人瞧不起你，是，所以什么台不敢来这个啊，字正腔圆，太难了，而且现在的朋友啊，嗯，好多人人家可能对京剧来说不是特别的喜欢，哦，不爱听，这味儿。太难了、oh, 上台来的空雷矿雷贼雷矿一亮相，好的，哎呦，忘带胡子了，回去好嘛，这演员也太喇叭了，这经常要不是半天，这小嗓儿啊，你听两分钟二都没有，对，哪段也没有唱二的呀，二进宫啊，二进宫也没有二这词儿啊，您有二就成，玩笑了。京剧来说不好来，是。比方说，你看有人说来一段，来两句，大伙儿听听有没有这个韵味。您给我们来来。啊，来两句那个哪段？来两句那个听着哪段啊？哦，我们听听。马连良听过吗？啊，马派知道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怎么谁踩你前列腺了？不是你告诉我谁脚这么高？来来来。这干嘛老呦呦呦呦呦呦的？没想到啊，我这人眼看狗低了，我这谁是狗啊？对，咱也别糟践狗。对，你唱不唱了？您这个没完了，要唱呢，赶紧唱。此时节不闹笑，你笑什么呀你？人唱的好好，他咋？影响我的情，你管人家呢，情就您这模样还不让人笑了，唱的跟马连良要死似的，学人家的神韵知道吗？那也不能学进太平间那刹那呀，别你人家的感觉吐字不就其实你差不多行了，半天了，等你笑完我再说。这笑声太爽朗了，要不给你一麦克完了。太爽朗了，好，纯爷们儿，怎么就看出来了？人家你这大
姑娘家家的不能矜持一笑，嫣然一笑。那是嫣然一笑吗？哦，我以为抽完烟一笑呢。你那叫事后烟，我跟你说什么烟？那得多难呐！事后就烟了。哎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痛苦的经历。这是您说的事后烟。我说你这不长胡子和头发呢？没有啊，我事后刮啊。哎呀，这那你这很有雅致嘛。嗯，是是，爱好不一样。再讲讲别的过程，我听听。我讲什么？我讲，我毛病都在你那儿，我操！不要搅和，真是。大姐，你矜持点啊。嗯。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花钱雇来的。真的，你这人一般都雇个副导演往那一坐，对不对？领长，你这会儿还领笑了。好，咱们都听，咱们都矜持一点啊，矜持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嗯，说哪儿忘了，从说啊。好，我叫张鹤伦。嗯啊，从哪儿说呀？从头嘛，主持人报完名儿。从哪儿说？主持人前后都报错了。就说唱来说，京剧不容易来。是是。评剧简单了。那这么说您会呀？谁都会哼两句。您瞧瞧，您还看不上了？当然。您在这儿给我们来来，随便来两句，我们听听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别碰我好吗？别管。不是，我让你等，放个拉拉扯扯干嘛？接活啊？干什么？我要你这种活儿，我是准备自废武功，我是怎么着？不像话！我就想问问您，您这是评剧吗？这是不是评剧？听听，怎么耳朵有方言啊？耳朵哪有方言？不是，您说这评剧，您唱的这不是通俗歌曲评剧吗？怎么了？男女对唱的啊？咱刚才说的评剧是评戏呀。评戏啊？那谁会呀？我说半天，合着您不会？不会，我敢说吗？您会？会，我不就唱了吗？宝贝儿，你早晚倔强而死。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你到底会不会？不告诉你好吗？不告诉我那不现在来说呀，这种京评帮曲，说实话，很多人啊都基本上接触的少啊。是是。但是呢，我这人喜欢传统。传统还有什么呀？好研究这种啊独门的东西。您研究什么呢？我研究的唱什么呀？说我们听听。唱耗子。哦，您研究唱耗子？怎么？哎呦呦呦，咱拉拉手吧。你也是啊。我唱猫。我唱轻点劲儿的。猫你妹，我唱的那是耗你姥姥。怎么着得比你大一辈儿。猫什么猫？什么猫？你唱的那什么耗子？劳动耗子。你那什么猫？我劳动猫。劳动猫不就是汤姆吗？哦，你那劳动耗子是 Jerry。 对，哪有 Jerry 啊？那什么劳动耗子？劳动耗子怎么回事呢？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，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，慢慢的哼出了一种歌，形成了一种调子，叫劳动耗子。哦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印象了。听说吗？川江耗子。哦，这知道一点。车水耗子。是是。很多著名的耗子，大伙应该都，比方说川江耗子来说。怎么样啊？四川，嗯，对不对？到湖北，宜昌到宜宾1000多公里的江段，俗称川江。哦。纤夫拉纤。脚蹬石头，手扒沙，风里雨里走天涯。嚯！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纤绳，磨砺出了一道一道深深的纤痕。这个纤痕怎么这么浪啊？形容那种沧桑的感觉。不是，我们无法体会。您要不给我们唱唱这个？不是，就那种感觉。哎呦，什么感觉？拉着纤绳，嗯，头顶着烈日，脚踩着泥沙。光着脊梁，哦，一丝不挂啊，嗯，感觉。哎，别，那不臭流氓吗？怎么？你拉纤就拉纤，你干嘛还裸体呀？一看这就没看过。我怎么？你上那个江边去看一看去。我看什么？那儿有深水，有浅滩。是高矮不一样啊。深水来说，你拉纤的，你不能穿着大褂在里边拉纤吗？这个不行。衣服的阻力太大了。哦。再说衣服就泡糟球了。那。泡糟球了，这衣服就泡糟球了。哦，你好，你穿一个军大衣在水里边拉纤，你见过吗？哦，大衣就糟球了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你穿个蕾丝大褂，你水里边拉纤，有病吧？
能行吗？啊、哦，所以说一般都一丝不挂，哦，拉着纤绳是。您给我们来了吗？凝望着远方的幸福，还向往一下，啊，哎，哎，你怎么不脱呀？不说了吗？一丝不挂。不是我学，你加多少？都疯了，我的天！50，还有两毛的，请你出去好吗？两毛现在存个车都不够。两毛的，我给你个种子，你回家下载不好吗？哎，我给你50，你给多给我点。龌龊的表情，你知道你？不是我，关键我这硬盘里都是种子。你回头我把邮箱给你。哎，咱到时候我再传给你啊、嗯。咱们能不能说点高雅的？您有脱高雅的就是脱一个呀。你们住手！谁脱你了？我哪儿就住手了？感觉他们的心里手已经伸到我的脖子这儿了。不是，咱一个演员不能老整天外外，好不好？我真是的，身未动心已远。咱们穿着衣服，穿着衣服表演好不好？算了算了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哎，人家客户花钱了，你赶紧的跑吧。人花钱看我脱干嘛呀？嗯，我怎么还不乐意是吗？不乐意就不脱了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不是脱不脱的问题。嗯，突然间我想起来啊，这个咱俩来一块儿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什么，一人领唱，众人帮腔。我跟你一块儿。对了，那我不会词儿。你不会词儿，你喊着。劲头跟着感觉，对着我这喊着同志们呢，我呢，哎，你得跟着这个代表的众人啊，众人这种就是哦呦搭腔的感觉。哦，合着这拉欠都喝多了是吧？怎么喝多了呢？您这哦呦这不要吐了？哦，合着这衣服是这吐的泡糟酒了。喝你众人，你一人代表众人，你给我哼哼，你给我听听。哎呦，我不接。反正你随便，你自个理解。我自己掌握。我来领唱，你来帮腔。行行行，好不好？来感觉一下啊。关键晚上没吃啊。嗯，同志们哦，哎呦，加马筋儿哦，哎呦，粗穿浆哦，哎呦，道义长哦，哎呦，不怕风哦，哎呦，不怕狼哦，哎呦，就怕雨天，哎呦，大姑娘哦，哎呦。姑娘是狗，嘿呦，臭流氓哦，嘿！你在那儿什么？说笑话。刚到尽头啊！要不等会儿吧，往回收啊！怎么骂人姑娘还臭流氓啊？你看这不懂了吧？不明白。词儿都是即兴发挥的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唱这句词呢？您说。你想想啊，两个山谷之间，嗯，一帮赤身裸体的汉子啊，跟着水里拉着纤，是。突然间出现一个大姑娘。这大姑娘就这模样。对呀，大姑娘跟着哦，那肯定是臭流氓啊。嗯，凭什么呀？都知道那块啊，一帮赤身裸体的汉子跟着拉纤，凡是大姑娘啊、妇女家家的小姑娘，人就躲得远远的。哦，没有出现在那儿。是啊，真出现了，那肯定是偷窥去了。哎呀呀呀呦！哎呀，那个胸毛，哎呀呀！这看得太仔细了，是不是还发个朋友圈啊？就说这意思。哦，您这是。所以说，你们词儿都是即兴发挥，唱什么都行。哦，现场编创能唱3天3夜，嚯！大伙儿一听这个觉得好久远哦。哦，穿江听不到哦。是是，因为现在咱们城市里面哪有这种耗子？看的太少了。但是城市里也有。有什么呀？搬运耗子。搬运耗子是？搬家公司。哦，他们这还有口号呢。现在搬家都有公司了。是吗？那当然。哎呦，统一的制服。制服。那是黑西服啊，白手套。哟，抬起东西来。嘿，目视前方啊，走正步。您来了。一、二。您这不是台铃的吗？搬家公司，搬到自己永远的家，这不拖棺材走的吗？这是抬起人家是不是有制服？哎，有工作服，对不对？啊，抬起东西来也这样的，喊耗子、啊、也喊上。对了，老少爷们儿，然后呢？这不是上劲吗？有啊，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。不是不是，等会儿这搬什么去了？哦，是不是一娘娘拿铺盖卷一裹，然后就搬过去了？我们喊那个跟你有区别，怎么不一样？我们这个是黑旧黑旧，不是你那个黑秀黑秀。
你那个黑秀黑秀好像是动词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往我这思想靠拢，好不好？啊，行。抬起来。黑黑什么？黑秀黑秀黑秀。就对，你就记住黑黑黑，行了哈。啊，没有秀哦。对，你就记住，我就让你嘿嘿。这不还是那个吗？不是，你抬起动作。不是，您抬的是费玉清似的。抬起来，跟着我节奏，嗯、老少爷们儿，嘿啾嘿啾，抬起来呀，嘿啾嘿啾，往前走啊，嘿啾嘿啾，脚下的路啊，嘿啾嘿啾，看清楚啊，嘿啾嘿啾，海盗船长。嘿啾嘿啾，粉红娘娘，哎呀哎呀，真会，什么都会啊！是您这是在夜店里搬家的是吧？还真知道，多新鲜！打这船长这儿我听就不对了。真知道这个，嗯，因为现在这个被好多人改良了，是这么改呀、啊？喝酒的时候也能用着吗？啊，成酒令了。对了，两只小蜜蜂啊，啪啪，有这玩这个，没脆就抽是吗？您这太过分了，这个、我们这比较暴力啊，不像话。大伙儿能见到的耗子，嗯，在咱们城市当中，现在唯一还盛行的一种，还有是什么？就是工地上的杂夯耗子。您给说说这个。比方说新旧社会不一样，怎么不同？旧社会那时候人民受剥削、受压迫啊，哼出来的夯歌特别的低沉。那他怎么唱的？这种感觉的。您来来。中哥们儿慢慢的干呐、啊，哎嘿哟，这干嘛呢？流尽了身上的汗啊，哎嘿哟啊，哎呦，干完了这点活儿啊，哎嘿哟，嚯，上哪儿去吃饭呐、啊？哎嘿呦，要死在工地上。那边来了工头啊，哎嘿呦，不一样了啊，干活加点油啊，哎嘿呦啊，好，工头转身走了，哎嘿，就是，去他妈的包工头。还骂上了，心里边有情绪。哎呦，这干活的太矜持了，受剥削、受压迫，压积了这么多年。哦，到了今天不一样了，新社会自己翻身做了主人。是，这时候你在听那夯歌，那是慷慨激昂，催人尿下。对，让人有尿下呀，催人泪下呀。我说呢，怎么老踩着呢？想起过去那种惨痛的日子，如今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啊、底气也足了。哎，您给我们来了这个。要来这夯歌啊，那得咱俩一块配合一下。还是我跟您在一块。对了，行行，没问题。这回就是什么？这回不是刚才那个怎么简单了？那这回是比较复杂。怎么呢？哎嘿呦啊，这不复杂呀。来，别听。哎嘿呦啊，罢了，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，从哎什么角度、哎通人性那是狗。哎，别行了，你看。哎，大王坐，没完了是吗？拿过来，我不剪，我放着放着。小白好好的，本来就是嘛，词儿是对，嗯，情绪啊，情绪怎么了？情绪，你好像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喜悦的感觉呢？哦，得高兴啊！再来回，高兴。哎嘿呦啊！那个喜悦不等于犯贱，你知道吧？我你差不多就得了，你别，我不没犯贱呢。喜悦的再收一收，再收一收感觉。然后你工地上，你最起码得有力气。哦，您说我声音太小。对，哦，力气。嗓门大点。哎，哎嘿呦啊！还有，我跟你说，还差一捏捏。这一捏捏是多少啊？你想想啊，嗯，那种感觉，他们响彻云霄，整个工地上都能听见的感觉。嗯，再大门，再高一点，浑厚一些。长调门。对了，长调门哈。哎嘿呦啊！怎么样？不是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是去过泰国做过手术吗？我这模样的至于吗？可能手术失败了呗。对对，
我这钱都不舍得花是吗？不是，你让大伙儿听的声音叽撩叽撩的呢。咱别亏心啊，您让我长调门的。我长调门得出人声啊。我都不是人声。一听你这就少零件啊。我这不是原装出厂的吗？我怎么少零件了？你别把零件隐藏起来，好不好？那隐藏得了吗？那个拿出来看看，来，我不拿出来。不是你，他们要看你的喉结。我没脖子。哎，这么高调，这还是高调吗？来，来回啊，来回。您这也太难找了。高兴，高兴，高兴。吊门，吊门的高一些啊，吊门，力度，力度，力度，来了啊，一，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那行吧，是是，我也歇的差不多了，就是来，你是人吗你？咱来回啊，跑这儿歇来了，来，啊，这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你呀、啊啊，不光搭腔，还得当夯，啊、我。那你是看出我这身材特点来了是吧？要不没有夯啊、哦、咱也不能真找一个。那您这怎么回事呢？拉着夯绳啊、哦、我这胳膊就是夯绳了。对了，这就开始了啊，来了啊，哎哎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，哎嘿呦啊，竞赛到了高潮啊，哎嘿呦啊，你看那教授家不是，怎么地上有狗粮啊？我铺什么呢？我铺什么？您这干嘛呀？这这么大仇恨呢、啊？这是拉夯嘛，就得像个干活的样子。好家伙，都快我砸碎了这个。就你这干活，你别您这样，我自己拉夯吧，我自己当。自己，行吗？行行行，连当夯带搭腔。是是。好，你可够累的。没事，我胳膊能保住啊。而且还得有自己的词儿。要什么词儿啊？不就 A 黑 U 吗？那 A 黑 U 光这么简单，要你干什么呀？那还有什么呀？这个东西得我有上句，你有下句的。哦，您有来言，我还得有去语，行吗？那您唱，我肯定有。考验捧哏的时候可到了，那是展露我的机会，行吗？没问题。有词儿，有，咱先来一回、啊，来、听的这个啊、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对吗？多好啊，一座大楼高又高。还真行啊，都不带想的。往后听啊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没顶子，没顶子还是高楼吗？你不有词儿吗？那不成烟囱了吗？你唱出来呀！啊，那是烟囱啊，这不就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盖了一变形金刚是吧？考验你的词汇量，那没问题了。听着啊，来吧、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小啊，那是小烟囱啊，烟囱不冒烟儿啊，那是坏烟囱啊，为什么不修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去问你妈妈。我这谁我妈呀？您这一个人跟这烟囱较什么劲呢？还真有词儿啊，多新鲜呢！要有词儿，正儿八经的像干活样子，撸胳膊挽袖子来来一回，马上就来吧。来了啊！啊，还挽袖子？那当然了。哦，拉着，哎。白夜不出台，收起你们的金钱，我这只刷卡。哎，你先露出那缝我看看。事业线我有。行了行了，别挤了别挤了，您这银联都刷不进去。走开，我们卖身不，我卖艺不卖身啊。好家伙，差桌吧，具体实。哎啊。啊，行，晚上你来吧哈、行，回去吧，三哥。哎，哪有三哥呀、回去吧，三哥。啊，三哥，你是不是膨胀了吧，三哥啊？我已经看出来了。行了，哪儿的事儿去了？真是，回去吧。来了啊，来拉着夯绳这就开始了。来啊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哎嘿呦啊，精彩。
赛到了高潮啊，哎嘿呦啊，歌声震天响啊，哎嘿呦啊，风起迎风飘啊，哎嘿呦啊，你看那教授家啊，哎嘿呦啊，高了高的入云霄啊，哎嘿呦啊，激起轰隆隆的竹喊，嘿，地动山也摇，嘿，高山能推倒，嘿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嘿，开山有电作喊，嘿，搬山有老屌，嘿，汽车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那人去挑，嘿，咱们的大地基呀，嘿嘿，越起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涨啊，嘿嘿，万众们心一跳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，嘿嘿，英雄们干劲儿高啊，嘿嘿，嘿嘿嘿嘿。嘿嘿嘿嘿，人人敢献计，嘿嘿，个个逞英豪，嘿嘿，地基打得好，嘿嘿，大楼盖得牢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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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那么快呀？就是这么快呀！怎么那么好啊？就是这么好啊！怎么那么高啊？质量就是高啊！这是怎么高啊？说声你听着啊！大棚不连着，地动也不摇啊！就算天塌下的，大楼能顶着啊！千年也不倒啊！万年也是牢啊！机器人工啊！省人又省料啊！又省工又省料，多快！好使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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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王子。哦。谢谢吧，哎，谢谢大家。嗯，有的观众可能了解，怎么呢？有的不了解，了解什么呀？我也是咱们德州人，哎，此地人，俺宁静的。我听懂了，我是那个。到家了，嗯，非常的高兴，哎，高兴，打心里头呢非常激动，开心啊，演不好，嗯，尤其在老家。给德州人丢人，哎，这倒是，是不是？但是演好了呢，也不露脸，就是丢人你也习惯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这是我的主场啊！哦，你还主场？那是山东德州，张鹤伦他妈办专场。你别拉着我！有谁拉着你了？就说呀，嗯。我们哥俩呢怎么着给垫个场，对，算助演，没错啊，张鹤伦的专场，嗯啊，有了解的又不了解的，了解按照惯例应该上到台来先做个自我介绍，哎，让大伙儿认识认识，啊，这是应该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我叫李鹤彪，哎，是他啊。我来的时候人家告诉我德州没有黑社会，你出不了德州你信吗？在德州我想弄死你，我不用动手，我一挪嘴就弄死你，信吗？今儿我要就我客死异乡来了，我玩笑，别闹啊，就说什么我叫李鹤彪，哎，让大伙儿知道是你好不好？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都得介绍介绍。说得好，你知道夸谁呀？嗯，对不对？说得不好，你知道骂谁呀？对不对？骂张鹤伦呢？张鹤伦家属在这儿呢。哦，啊，我叫李鹤彪，不玩笑了啊！啊，不闹，这是我的大当，哎，他叫张鹤帆。张鹤帆在我们师兄这虽然说胖是不是，嗯，不对，搭档，我的天哪，我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大当那是下边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啊，到家了实在是激动，您糊涂了，说错了，修改一下，给更正一下啊，嗯，
我叫李鹤彪，对，这是我的下边，哎，他叫张鹤帆。你有这么壮吗？我很自豪啊。有就自豪，别胡说 啊搭档没有下边啊。乐什么？就是你们乐什么呀？我还小，我不懂哎。啊，您真的？那就这么介绍啊。好好说。好，嗯，这是我的搭档。对，没有下边。这个要啊？啊？大哥，你上来，来来来。他让你套出来看看。嗯，你们上来。我错了，好吧，好好。我发现了，你真不想走出德州。就雾霾挺好。你提那个干嘛呀？别闹啊，好好介绍，就是搭档，就是搭档。嗯，张鹤帆，哎，啊，我们哥俩给张鹤伦垫个场，助演。嗯，张鹤伦现在很火。当然了。啊，为什么火呀？说得好，没错，能说能唱，长得也有特点，是吗？啊，这了解张鹤伦的人都知道，好，往这一站，没个稳当样，那么咱一站，站是站样，坐是坐样，好，张鹤伦往那一站，这是癫痫，这是不是癫痫？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，嗯，他眼球震颤，你这是脑球震颤，你这是。他不动啊，他看这个某一个物体就动，知道吗？他要站着不动跟你聊天，是吧？哎，你别走，其实你没动。哎，对，他动着呢，你就不动了，哦，知道吗？哎，有这么个特点啊，唱的也好。嗯，关键人家捧哏的好啊。谁呀？郎鹤炎。对啊，在后台我们跟他叫小郎，没错，长得也有特点。嗯，长得跟他妈动过似的，你玩意儿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？存搓过伦敦，压过伦敦，蹲过伦敦，还剃光头，嗯，就等于是那个冬瓜上烙了一层霜，知道吗？这形容词儿啊，捧得好，嗯，捧得严实，滴水不漏就好啊啊！还有火最火的一对演员，谁呀？我们德云社后台也是我们师兄弟，您介绍介绍。岳云鹏，哎，这个有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他们都不认识。啊，你们两边的粉丝这么大仇吗？啊，张鹤伦回去有事儿了。这岳云鹏长得也有特点。嗯啊，大伙儿都知道岳云鹏这个长相啊，用句文言来形容，古人说，对，怎么说文言文啊？叫齐眉小眼，大屁股圆脸，说的就是他，你知道吗？古人就他妈这么不会聊天吗？好的，那脸长得跟屁股似的。嗯，我一直以为好岳云鹏一直倒立呢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一直以为他拿大顶呢，知道上下都一样。嗯，是，我也是有点糟践屁股了也。别胡说了。啊，说的好，好，火了。嗯，为什么火呀？为什么呀？捧哏的好，是吗？孙越，大胖子。哦。往桌子后头一站，这桌子挡不住他，这么宽，好五百多斤，哦，真的，好家伙，就孙越啊，在台上穿着大褂，你可能看不出来，哦，不明显，到后台一脱大褂，哎呦我的娘哎，怎么了？没人样，那什么样啊？那肚子分八层，还分层，八个褶。米其林代言人啊，上厕所解小便去，嗯，得先找，还哪儿去了？就别哪儿去了，就那么尿吧，去，回家了，咱就口无遮拦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哎。当着你家乡父老，你跟我说找什么呢？你猜，
我不猜，你说找什么呢？找裤腰带呀、啊？找什么呀？人家问你呢，蕾丝内裤，你知道？可不找裤腰带、哦？大哥你也穿了，胖成这样，嗯，找别的他得有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合着他是那大当。我不懂哎，嗯，我也没明白。嗯，孙越胖成这样啊，好家伙，一般人啊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扒开裤衩能看见屁股。他呢？孙越的好，扒开屁股才能看见裤衩。嗯，还是你有生活。你胖成这样不好买衣服。嗯。啊，进任何一家服装店，怎么着？进去之后给人家提两点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进了服装店之后。老板过来，嗯，服务员来来来，怎么着？我给你提两点要求。您说，第一，哎，我不是结巴。第二呢？第二，你给我拿一件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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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叉 L 的。这孙越就是大傻子，嗯，他就不会说个七叉 L 吗？啊，他是一个叉，算的还真清楚，浑身上下都是叉，啊。包括他，我啊，他相声说的也好啊，没有好不好不敢说，嗯，反正他有粉丝群，哎，这倒有，你看，尤其在德州，好像在德州咱都没有粉丝群，他有粉丝群，那是粉丝群里他以这个女粉丝居多，废话，男的谁要啊？哎，你听听，啊，我们昨天来这德州，嗯，在德州东站下的车，对，好些个女粉丝上东站接他去。有他抱着鲜花拿着东西，嗯，哎呀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张本地人你看没有，张老师你给我签个名，这签个名，哎，咱合个影，合个影，好，我喜欢你，喜欢你的相声，嗯，喜欢你的艺术，呵，尤其我喜欢你的为人，是吗？你的为人你就是个啥赛子，哎，我活瞎你咋？哎，我看大伙儿乐了 啊！刚才那个词应该是夸人的。哎，说的什么？说你是个啥赛子？观众的反应告诉我这是个好词儿，是不是？你解释解释这什么意思？这德州的方言，说你聪明，长得帅，机灵。对吗？行，我啥赛子？哎，我要是啥赛子，你就是傻蛋。什么话呀？这叫真以为我不懂德州话是吗？哦，真懂。废话，不是。说两句什么呀？啊，让你说两句德州话。你聊吧。他来不了，他说不了。哎，就是为什么这么说你呢？怎么呢？观众喜欢你？哎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张鹤帆除了说相声之外，嗯，干哪一行都行。啊，不是，这是什么话呀？这你各位别乐啊，别误会。就是说他啊，这人啊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咱们老家有句话叫书呆子，听说过吗？他就是书呆子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好像跟你说啊，挣钱一门灵，但是说相声他是个误会。不，我说相声还算误会？对了，你看，尤其挣钱，你炒股票，炒股票，然后你问他吧，嗯，张帆，我买哪股啊？你这样，你买什么什么？买哪股？买完了准升值。那咱有这眼光啊！你看看，你不服不行。嗯。你包括这个基金，嗯，买基金，张帆，我们买哪个基金啊？这看看琢磨琢磨，你买哪个？买哪个基金？买完了准升值，咱能看出来啊。你包括黄金，嗯，啊，还有这个白银期货呀。对了，你买完了，你让他啊给你指给你道，绝对升值。咱懂啊，我们后台都问他，嗯，所以说什么呀？张鹤帆就是我们后台的升值的机器。对喽，哎，简称他就是我们的生殖器。
那没听说过。怎么了？别胡说啊！不是胡说，就是你眼光高。哎，你说眼光高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脑子可不灵，不灵活。谁？我为什么说他说相声就算误会呢？脑子里稀里糊涂，嘴里糊里糊涂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词儿啊？啊，什么词儿？你别看脑袋挺大，这么大脑袋，在这画一道线啊，这边是水，这边是面，一晃悠就是浆糊。合着我这一脑子浆糊是吗？啊，对了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怎么说？前一段时间我们德云社后台啊，有一个福利，全体演员做体检，都有啊。这个体检项目当中，有一项叫脑 CT， 检查嘛。对，就是给这大脑拍一片子。嗯，那脑 CT 这个片子拿过来一瞧啊，一瞧张永范的脑袋，脑壳这么大，你看，再瞧那脑仁儿，嗯，就这么点儿。我宋伟都打过麻将，看着麻将的一柄什么样的吗？就那么大。那片子拿过来，整个一瞧啊，整个一个一柄开杠，哎，四个一柄是吗？哎，对了，哎，周围都是浆糊，不会聊天，咱脑子好着呢。你好什么好？你这有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我这么多年火不了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摊上这么一货，还问啊为什么呀？我火什么火呀？合着我的事儿，可不嘛？他拖累的，谁拖累谁呀？谁拖累谁？你拖累我？我怎么就拖累你？到老家了，我说两句实话，我们这个搭档是自由组合，真的，我人命不好，真是命不好。就是捧哏的站在这边，逗哏的站在这边，谁看上谁的谁自己挑。嗯啊，分队那天，好家伙都站好了，捧哏的站那边站好了，逗哏的站这边站一溜。我师傅一瞧，说于老师烫着头，这也不错呀，这个我要三号，三号还有号啊。于老师呵，拧的拧的跟上啊，跟我师傅郭德纲走了。啊，岳云鹏，你看孙越这大胖子，这也是个玩意儿啊！这个，哎，我要六号，孙越，跟着岳云鹏走了。我懒，嗯，那天我起晚了，我后台啊，我去晚了，我到那儿一瞧，一瞧那边没人了，就剩他一个人，还有一条狗。我一看实在没辙了，我给狗牵走了。要狗都没要啊！对了，刚牵走这狗还死了，这狗是不是你弄死的？我跟狗这较什么劲呢？我你个狗斗智斗勇吗？你俩没听说过，别胡说！你就为了给我捧哏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哎，没你这样的。俩人一场买卖往上一走，你是上我说我脑子不好？我到家了，说两句实话呀。什么实话？让大伙儿我心里有底呀，有靠山。我脑子像不好的吗？你听听。像不像？也不齐呀，不争气呀，家里人也，我家里人也不给我争气。我再问一遍啊，像不像？这才是我德州人呢。行行行，不抬杠行不行？其实咱们不吱声，我打不过你们，行不行？嗯，你们人多，但是这事儿我不能认。怎么还不能认？我脑子本来就好，甭抬杠。怎么着？别抬杠，你也别说你脑子好啊。我也别说不好，怎么意思？在这儿再考考你怎么样？随便啊，是这话。我出题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来吧，脑筋急转弯行吗？没问题呀、啊，是这话啊。随便来，我给你出一道题啊。说吧，啊，听这个，来，说什么东西？嗯，吃下看不见，看不见吃得下，猜这个。没听说过，吃什么东西还看不见的？哦，对了。你进嘴的东西哪有看不见的？你看我这个就是脑筋急转弯吗？什么东西吃下看不见，看不见吃得下，猜不？那我猜不着。猜不着你说。告诉你记住了啊。什么呀？说什么东西吃下看不见，嗯，看不见吃得下。这是鼻涕。大鼻涕。鼻涕。对了，能解释吗？当然有解释了。你又说什么叫吃下看不见？不明白啊。瞧着啊，啊，吃下去了吗？吃下去了。
看见了吗？吃下看不见，看见吃不下呢？还不明白啊？看见了吗？啊，吃下去，去。这题怎么那么恶心呢？这对了，脑子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这么简单的题猜不着。行，别说了。嗯，不是，咱来点文明的，行不行？什么叫文明的？太恶心了，您这个。好的，来点好的。数学题行吗？数学没问题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数学好着呢，知道吗？嗯。一百以内加减法随便玩。哎。一百以下的加减法随便玩，随便说，要十以下的呢，更好。好，这样我给你出一道十以内的加减法。难不住我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去数学界，咱就数学界的林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什么？数学界的林丹？这林丹跟数学界有他妈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就管不着。哦，谁都管不了。对，就是谁都不服。对了，数学最拿手。对了，好，数学题啊，来啊，十以内的加减法，来吧，注意听题啊。我都不加思索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说有一辆公共汽车啊，公交车，对，从总站出发。嗯，出发的时候呢，车上是六个人。哦，到了下一站，数学，下去五个啊，上来四个，到了下一站，上来三个。下去四个，到了下一站上来八个，下去九个，到了下一站上来六个，下去七个，到了下一站上来六个，下去八个，到了下一站上来仨，下去五个。请问这儿的公共汽车一共走了几站了？走几站了？你有病吧？什么话？废话，你上来下去，上来下去，你倒腾什么呢？这问我走几站了，你得注意审题呀、啊。你不审题就要盲目的混答，你对吗？你是提出的有毛病，你这个你什么乱七八糟、啊？废话，这题多简单，就是一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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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，多简单。人后头都知道走了七站了。姓李的，这么玩我也行。哦，你也行。我说你出一个不完了吗？你来，这有什么？听听，能出是什么题来？听听啊，我听听。问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？来，就这个。来，张嘴就告诉你。你说吧，冰棍儿。冰棍儿能吃吗？大傻子一样。冰棍儿怎么就不能吃啊？就是吃，能喝吗？把冰棍放在碗里化成水喝冰棍能做吗？冰棍是冰棍厂做出来的，不是制作的做啊，坐下的做，坐下的做，那一样，拿根冰棍坐屁股底下不一样吗？对不对？你就不怕做出痔疮来吗？怎么怕做出痔疮来？他万一要坐进去呢？你疯了，你疯了，立着坐，你不会横着坐呀？你立着坐，你过瘾来了是吗？废话，横着也不能坐呀，横着。就别胡说了啊！我这不对，不对，我听到你那对的。行，我跟你听完了你就高兴了啊！我问你，世界上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？这是面包、牛奶和沙发。三样，我也没说是一样啊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我说茶水、啪叽跟凳子呢。也对呀、啊。说呀。多选题。你不没说吗？行，张可凡不较劲吗？怎么着？注意听题，来，再听这个。说，说什么东西？怎么着？非驴非马。猜。骡子。不对。骡子不对，怎么就不对呢？骡子，对了，骡子是四驴象马，啊，我这是非驴非马，不对，骡子，骡子不对。对了，那是什么呀？企鹅。对了，
您这题都不挨着，怎么就企鹅了呢？你看企鹅是驴吗？不是啊。是马吗？也不是啊。哎，企鹅。那我刚才说大象也对呀、啊，就他妈骡子不对。你说花、凳子、桌子、扇子都行，那是动物吗？那个啊，行，蚂蚁，较真儿来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较真儿、哎。今儿我不让你把你面子丢你老家，我都对不起你。啊，来来来，还敢来吗？来呀、啊，有车吗？什么？家里有车吗？汽车。对，有啊。那好办了，问你这一辆车几个轱辘？四个。四个。啊，不对。啊，五个。怎么五个？你看大伙儿都明、有个备胎啊，你这没说清楚，算上备胎啊，五个，算上备胎五个。嗯，听好了啊，嗯，说这辆小汽车在这辆崎岖的山路上高速行驶啊，正开着呢，啊，前面有一大沟，灯掉了一个，哎，问还有几个轱辘？还四个，不，五减一等于四，还四个轱辘。家乡人民都救不了你，我跟你说，就、啊、就你这个智商，大伙儿都告诉了，还有。五个？怎么还五个？你看我说的挺好啊，往前开有一沟，灯掉了一个。哦，车灯掉了一个，啊，轱辘没掉，有轱辘什么事啊？那你前面说轱辘干嘛呀？我愿意。好，行行，这样吧，就这个吧，不就这题吗？怎么着？注意听题啊。还有呢？我也有，来。说在门口啊，怎么着？有一棵大树上，还有棵树。哎，这棵树，嗯，最粗的一个树杈上，怎么着？落着十只鸟，这不就十个鸟吗？哎，记住了啊，记住了，十只鸟，嗯，都记住了啊，都记住了，十只鸟，怎么着？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，说三遍了啊。好好，十只鸟，拿枪打死一只，嗯，请问这树杈上还有几只鸟？一只都没有。哎，不对，这你难不住，一枪打过去打死一只掉下来了，剩下那九只全都飞走了。不对。怎么不对呢？还有十只，还有十只。你是不是大傻子呀？谁大傻子？哎，那十个鸟都是傻是吗？你打下来一只，那九个飞走，你以为那九个都聋子是吗？你甭提那个，就是还有十只。怎么就还有十只呢？注意听题啊，你说在门口一棵大树上。对呀、啊，最粗的一个树杈上怎么着落着十只鸟。对呀、啊、听这句。哪句？记住了啊。记还有十只，还他妈得记住了。这十个鸟是傻子吧？这十个鸟还等你过去记住了？你那儿还他妈灯掉一个呢，我说什么了？你还他妈企鹅呢你？对不对？刚才我问你，我说都记住了吗？你说啊，都记住了。德州人真坏，我跟你说吧。哎，好呀。哎哎哎哎，行。哎哎哎，我跟你说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没法玩了。怎么回事？进行不下去了。你这全是绕的人的东西。真正测纸上来点好的，什么上点台面的，你敢玩吗？什么叫上台面的？我听听。打灯谜你行吗？灯谜。对了，灯谜也行。太行了。是这话？当然了啊。但是出灯谜啊，怎么着？咱别白猜了。那怎么猜？咱挂点赌注。还赌点什么？对呀、啊，还耗点赌注。那不是，说完了之后你没猜着，大嘴里啊没猜着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怎么赌？你说。哎，咱加点小刺激。行，好不好？行。别赌太大了、嗯、太大了伤感情，可不嘛，好吧、嗯、咱赌小点。对，咱赌命。赌好不好？这是不伤感情那个、啊、是，可就没有了，就给你弄死，就跟你没什么感情了。别胡说，这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小一点，小点。嗯，赌一只眼。这眼珠子行吗？一只眼。对，这玩意儿怎么赌啊？就是我出一个灯谜你猜不着，嗯，我抠你一只眼，
那我要猜着了呢？我再还给你啊。哎，里外抠我一人是不是？你这多好，拿这眼看这眼。我得多闲呢，我、啊、对眼吗？别胡说啊。嗯，赌这不行，换点钱吧。多点钱，赌钱吧，赌十块钱吧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来盒烟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行。是我出一个你猜，是你出一个我猜，都行，听您的。那这样我出一个你猜吧，你出吧。好，注意听题啊，来。嗯，你容我想想啊。想吧。说什么东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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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东西？怎么急了？没完了是不是？我不得想想吗？听着跟骂街似的。不是，我想想，我想说什么东西，三头，六耳，八条腿，一只眼，差不多了。啊，行，就猜这个吧。什么叫差不多了？啊，不是，我就猜这个，就猜这个。对，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。对，就猜这个。行，这么着。灯谜啊，基本上都得给个范围，你给我个范围。这还有范围呢，多新鲜！打灯谜都有范围啊。这范围什么范围都行，其实不范围啊啊，春节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，这可以吗？可以，有范围就行。啊、对，那您容我琢磨琢磨。哎，我也琢磨琢磨。有了，这个呀，过年期间庙会上耍狮子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来来，李先生，啊，怎么了？猜着了？你猜着了？猜着了？不可能，我都没猜着，你猜着了？不，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你不可能猜着，这个太难了。真猜着了？真猜着了？真猜着了？确实猜着了？确实猜着了？肯定猜着了？肯定猜着了？我给你换一个。哎，说就换一个。我猜着，你给我换一个，像话吗？就猜这个太难了，你不可能猜着，不可能，就是猜着了。猜着我听的是什么呀？你猜着这，你比我听听。过年期间，嗯，庙会上面耍狮子的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怎么不对呢？这太难了，我给你换一个吧。说远看张鹤帆，近看是一滩屎，又像张鹤帆，又像一滩屎。你猜这个？我站你旁边了，嗯，我好像吃亏了哈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，这个太难，你猜不着。我就猜刚才这个三头六耳八条腿，这个猜着了。庙会上耍狮子有解释吗？当然了。那你解释解释我听听。你问我三头，你呢？狮子一个头吧。嗯，大伙都明白耍狮子是俩人吧，俩人两个头，三头啊。好，六耳，有三头必有六耳，狮子俩耳朵，耍狮子俩人四个耳朵，加起来六耳啊。八条腿，狮子是四条腿，耍狮子俩人，一人两条腿，是四条腿，加起来这叫八条腿。哎，真猜着了。一只眼，一只，哎，一只眼，还有一只眼吗？对了，当然有这句了。一只眼，你刚才说一只眼了吗？你看，让大伙儿听听，我说没说一只眼？你听听，哎，人家孩子都听见我说了。那你二姨。你二姨什么话？说了，说那我这错了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说拿钱来，这什么就拿钱啊？你没猜着啊？我没猜着，我就得给你钱啊？可不吗？我没猜着行，你得把正确答案告诉我，你得让我输个心服口服。这哪有答案？什么？不是，哪能没有答案？有答案你告诉我呀。当然得告诉你了。你告诉我答案。来，答案这是什么？这啊，这是我奶奶抱着猫。坐三轮，哎，行了，拿钱来吧。等会儿，这答案是你奶奶抱着猫坐三轮。对呀、啊，这他妈算什么民俗活动啊？哦，这，你奶奶抱着猫活动，不是抱什么活动，这是你奶奶玩儿，还是玩你奶奶？玩你奶奶？不是，这叫什么活动？你马街的德州弄死你啊！像话吗？这是
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，怎么着？赶庙会去，行吗？行，赶庙会，哎，行，勉强算，行不行？这不算民俗活动吗？行，勉强算，别着急，接着听我问。啊，三头，我奶奶一个头，嗯，猫一个头，蹬三轮的一个头，三头啊，六耳。你刚才说了，有三头必有六耳啊。嗯，我奶奶俩耳朵，猫俩耳朵，蹬三轮他俩耳朵呢，六耳啊。八条腿，你看，我奶奶两条腿，猫它是四条腿啊。嗯。蹬三轮的两条腿，八条腿，一只眼。你怎么了？我奶奶一个头，猫一个头，蹬三轮的一个头，三头啊。我说一只眼，有三头必有六耳。我奶奶俩耳朵，猫俩耳朵，蹬三轮俩耳朵，六耳。弱智，一只眼。你怎么了？我奶奶两条腿，猫它是四条腿，蹬三轮的两条腿，八条腿啊。我问一只眼，你问什么？一只眼。我赢就赢你一只眼上了，怎么呢？我奶奶双狮目，抱一只瞎猫，就蹬三轮的啊，一只眼。就别说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哎呦，有一堆礼物。把他拉下来，我还得给他擦擦。那我不跟你同类了吗？您是千呼万唤你出来。我出来两次了。这回呀，这没事，以后经常出来。我最近肠胃不好。是。所以说，咱别聊这个了。感谢吧。就是的，感谢观众哈，哎，来就来呗，还送这么多东西。是。对不对？你。啊，你也要好，你也送，下回你也送，现在没事，到时候你送完之后，我给你返利。哎，我这都带着成本来的啊。就是的，观众，说实话，买张票啊，已经很感谢您各位了。对，买张票好几千万，往这一坐，好几千万，啊，不是怎么是给咱俩烧过去了是吗？咱不显得咱们大气吗？咱大气都见玉皇大帝去了。对不对？观众，你还花这么些钱就买这么多礼物，你又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下回直接给钱。那个多不要脸呢，说这意思啊。感谢各位，包我，你这点东西都包我，你真是多了多了。这帮都是开银行的是吧？这给钱比要钱的还厉害。大姐拿着一毛钱跟那还给钱给钱。一块你收起来吧，行不行？收起吧，再举一会儿我该动心了啊。行了行了，见好就收，我见利就走。万一那一块钱是假币呢？我升不了动物园了，还跟我升动物园。大哥，咱俩升动物园啊？咋了？升啊？人都升猴子，升大象，升骆驼，咱俩升。哎，这是动物管理员。哎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后台升啊，后台升。后台那么多人呢，真是，谢谢各位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相声好就坏在这儿，是他能互动，有交流，对不对？你听听相声，有些人往这一坐，人家不能互动，人觉得白来了。哦，对，你像演唱会啊，或者看电影，你能互动吗？是不能吗？对不对？你看电影好，你演的好，你一出来，你看人理你吗？咱不说好了是看电影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让你们反应真机敏了，真是。少来这套，再来一遍，这都一次性的。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你老加钱，这就是刚才把那一块收起来的那个。保安能不能给我控制一下这个？
老五块五块的，现在刚才一块五块钱已经六块钱了啊！再见再见，不提钱了啊，提前伤感情。哦，你想免费？提前伤感情，咱是那么，是那么点钱就能动摇的吗？是，我这人视钱财如父母，如粪土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真是一个孝顺的演员，不在乎钱，跟着我师父一块演出，能在乎钱吗？哎，我师父现在哈家有房有车，嗯，哎，有什么都有，小三儿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是不是三产？我说啊，小三产，对，小三产，嗯，小三产多着呢。啊，哎，马上咱们就被烧过去了啊，这可能是咱们的告别演出啊。感谢人家，没有我老恩，还感谢人家，没有我老恩师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这话太对了，所以到今天我一直都说感谢我的师父，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，嗯，没有人啊，全体演员，哎，没有那么些个啊，真的到人家，还有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对，是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走到了今天，没错，是你们的鼓励，才有了我们的今天，是，所以说我一直都说，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，好极了，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，没错，这，你这没完了，这是，都是咱的亲人，啊，不见外。其实在这个台上来说，我愿意跟大伙聊一聊天，也显得咱们有知识有学问。谁呀？啊，知道我没说，我跟你说，不是，您再说一遍，不怕闪了您舌头。就显得咱们有知识有学问啊。不是，别咱的。啊，对，显得我有知识有学问。您怎么就有知识学问？您什么学历？学历，学历，啊，学历很重要吗？小队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小本小学本科，小学也没有本科啊。学历来说不提，差一点。啊，但是咱有能耐，跟着我师父天天学习。你都这嘴呀，学习。学习在学校学习的时候，你都学什么了？反正跟你不是同学。我跟我师父学，因为上学那会儿不爱学习，嗯，哎，爱学习也不能来说相声。对，到后来，哎，可不能这么说啊！现在来说，上我师父家啊，他家文墨消遣，都有什么文墨消遣呢？上我师父家规矩比较多，您说说。进门来首先得换鞋，哦，人家地毯踩脏了，爱干净。换完鞋之后沐浴，啊，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。洗澡啊，哎，哦，对不对？你上人家，咱这个脏了吧唧的。洗白白擦香香，哎，跟我师傅一块洗洗洗，他你跟师傅一块洗，这都无所谓，啊，两个大男人怕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一灶之交，嗯，不要想的那么说出来了都，不要想的那么下作哦，没有，哎，搓搓背啊，嗯，洗白白擦香香啊，洗好了之后在书房静坐，静坐五分钟啊，哦，一分钟一块钱啊。焚香沐浴，哦，点上一支蚊香，对，点好蚊香啊，哦，蚊香沐浴嘛，蚊香，别蚊香，您就是没洗就脱了，就是那个香，就是那个檀香，檀香，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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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一圈一圈的还是蚊香，就点上，哎，放上一个古筝的音乐，哦，凝心静气，我们两个对坐，干嘛呀？一般就是先沉一沉心。啊，把些烦心琐事先忘一忘。哦，五分钟之后怎么样？一般都是我啊先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。您怎么说的？师傅，咱们是不是先把裤衩穿上？哎，嗨，啊，我这爷俩就光着呢，风有点嗖的慌，知道？真是，哪跟那儿得晾五分钟？这是一般师傅，要不人大气的，嗯，不可。为什么呀？影响我的思路。哦，师傅琢磨什么呢？这是中间摆了一盘棋呀。啊。哦，您这还对弈？哎，哦，一盘什么围棋？手弹。哎，嗯，一般师傅您先请。嚯，拿起来。怎么样？哎，啊，为什么没有车马炮？您说那不是象棋吗？围棋，您这手势都出来了。别乐了，当为师我不会吗？
您会围棋，不就是连胜五个就算赢了吗？得，郭老师，郭老师，那是五子儿啊！嫌你人多，不是嫌我，你得陪师傅玩。是，师傅，你问问他。啊、他呀这些方面他都不精，不擅长下棋什么，你就陪他玩，他要高兴是得了，你进去书房去看看。您上他书房去过？家书房各种的，你什么书都有。是吗？哎呦，你说都有什么？ 四面墙啊、哦、全是书。是，咱您先等一下吧。四面墙全是书，咱师傅怎么进去的？你看暗门啊。哦，还是个密室。哎、哦、进去你个各种版本的金瓶梅。哎，您要这干嘛呀？那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吗？不是金瓶梅吗？ 人家就看看画、嗯、这比看字儿还要命呢。画也不是你想的画的那个呀。那画画的是哪个呀？人家是盲文画。盲文画？对了。什么意思？得摸。这哎呦、哦，新闻的官人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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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合着郭老师就爱摸男的，嗯、不是？您摸什么摸呀？人家字儿写着呢，呦呦呦呦呦。哦，这么念没有语气啊？感叹词吗？呦呦呦呦呦呦，老能踩着前列腺似的，你看这是文学，好吧好吧，文化、啊。哎呦，您说这没展示出来，不是没有展示出来，没看见。咱说两句话啊、嗯，咱会那些能耐，不仅限于这个，那您画个画什么的、啊，能耐大之极。您能耐给我们展示一下，我们听听、哎。古圣先贤的那些个能耐，咱现在基本上全有。打个比方说说，哎，就这个呀，这我也会，呵呵。简单了。啊、哪位先贤？嗯、哎。走马观碑，这算能耐吗？这太算本事了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这说的是苏秦呐，苏秦苏季子，你知道？当然了，战国时候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道上飞驰，道边有这么一桶石碑，上面刻着十余行的碑文。苏秦骑着大马，拿眼睛略微一瞄，马过去把碑文记下来了，走马观碑。不是，我先问你有病吗？我问你知道吗？你说你知道就行了，我他妈让你说了吗？我让你说一堆了吗？不是，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学问呢。那叫能耐吗？这不叫本事，那叫玩儿。哎哎，看我的口型，玩儿。不是，您这口型想找抽，这是？那叫玩儿啊，这叫玩儿。对了，您怎么玩儿？哎，北京啊，到济南，怎么了？北京到济南，好家伙，哎，北京到济南。一辆特别快的客车，快车，你就说高铁就行了。北京到济南也特别快的快车，就你是吃头发了是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那意思是马快还是火车快？废话，那当然是火车快了，比马快多了的快车。这不露脸，快车哎，坐火车观碑叫不叫能耐？叫能耐，什么意思？好家伙，我坐在火车上、啊、靠在了窗户旁边，北京到济南方便我观看外面的碑文。哦，就得看看火车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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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驰电掣往前开。这是嘎啦嘎啦的，这还能风驰电掣吗？这个火车人往前开，你骑着、火车开过去，当时碑文我记下来了，写的是德州。倒背如流，出德。您呢？您看错了，那俩字不是德州，那什么？扒鸡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远了。和个鸡翅膀跟那。行行行了，哪儿的事儿的？还有 logo 呢？这叫能耐吗？这不叫。哎，牧石群羊可不可以？这说的还是苏秦呢，这个说的是苏秦在这个山脚下这个游览，山上边有好多黑的和白的这个羊，他拿眼睛一瞄就知道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。我他妈又说出来了，我这叫能耐吗？这不叫能耐吗？这叫玩啊，靠了口型玩。哎呀，还是这倒霉的模样。那天我去玩去了、啊、郊区，好家走在山坡脚下，嗯，往山上一望，怎么样？一群羊，哎啊，一眼望去，多少只黑的，多少只白的，一眼分出来。多少只黑的？他一只黑的没有，都是白的，白茫茫的一片啊！你得的是白内障吧？
这还用你看呢？放羊的穿一身黑的，这不用这个，您这不叫能耐，这不叫能耐。当然了，那什么叫能耐？真正的文学方面的东西，您得有建树。有，哎，吟诗答对可不可以？哎，这个倒还行。他，您有作品吗？太有了啊！我做了好些个吟诗。哦，平常啊，我说您咋哎？谁要是有我做的吟诗吟，我当场拜他为吟诗。您等等等会儿吧。怎么出了北京就拦不住了是吗？还吟诗吟呢？吟哪个吟啊？哪个吟？吟一吟诗。什么？吟一吟。哎呦，你还一吟呢？吟一吟诗。哪个吟呢？哪个吟？哪个吟？哪个吟？哪个？哪个？你说哪个？三点水。就这个。这个是错误的，口字边一个今天的今。哦。哪个吟？吟荡，吟唱的意思。朗诵嘛，朗读啊。哦，是是，那您给我们来来，我们听听。生在江南地面，流落塞北幽州，是指望金盏配玉瓯，不料想拿我胡诌。内有红娘陪伴，外有锦被蒙头，宽衣解带任君游，好俊一身白肉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干嘛？诗性刚大发，你干什么呀？什么叫诗性刚大？别再来一个了，这不就是吟诗吗？哪儿就吟诗了？还哪儿就吟？大胖娘们都出来了。不是，哪儿有大胖娘们？哪儿有大胖娘们？别让我问住了。你说，宽衣解带，怎么了？一身白肉，最后还任君游。我们这是粽子诗，拉倒吧，怎么能粽子诗呢？我们这是粽子诗啊，句句有讲啊。那你句句解释解释。生在江南地面啊，说的是江米，南方的。那二一句呢？流落塞北幽州，现在北方也有啊。哦，实指望金盏配玉瓯，本来想酿酒来着，不料想拿我胡诌，结果包了粽子了。内有红娘陪伴，这个这是枣。外有锦被蒙头，粽子皮呀、啊，宽衣解带任君游，你得剥开了吃啊。好俊一身白肉，哪有大胖娘们儿？臭流氓，下三滥。龌龊，去死！自爆！我有毛病啊！我没事自爆干嘛？自爆！我承认，我承认啊！我是削削的龌龊了一下。哦，你不是，你是特别的龌龊了一下。至于不至于？关键是您这个诗啊，容易让人产生歧义。歧义，对不对啊？这不足以证明您的能耐。你看，你看，咱说一个不足以，怎么才能证明咱能？您呢？出口成章，诗词歌赋。哎哎，出口成章那算是能耐，那有本事。出口成章。对对对对。行啊啊，咱现在这肚子里没别的，全是屎。怎么你饿了？我没有，我饱了，我已经哈、啊。这里边都是学问，都是知识，都是成语。成语，哎，都是词汇。嚯，你瞧瞧，正着啊，咱来一个小游戏。什么游戏？你随便啊，说一个字儿。嗯，咱呢用这个成语接龙的方式，自头咬自尾的顺下来，到后来连到一个词语上。叫什么？叫十分美好。哦，您说提这么一个字儿，然后您用词语或者成语对连在一起，哎，自头咬自尾。当然了，有个小前提，就是可以音同字不同。哎，那这没褒贬，能连上就算本事了。这叫能耐吗？是，但是您只不过是这么一课题，具体怎么来呢？怎么来啊？举个例子来说，打个比方，张鹤伦，张哦，张冠李戴。那接下来呢？戴罪李公。哦，接戴字说，那接着公，公私分明，明，名副其实，十分美好。哦。行行行，对，还有谁？啊，我知道这副导演坐后边了啊。您这不，这张鹤伦，你说张有什么意义啊？
那说什么呀？你就说，你说，哎哎，对，说我，说狼，说我说狼，狼狼有啊，狼心狗肺。儿子，哎，废寝忘食，十分美好。不是不是，还有谁？不是，都等会儿，都等会儿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啊！我说让您说，我没让您说我这狼。说什么呀？我仨字儿呢，狼和言，说言言能行吗？言过其实，是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我看出来了，啊。他说你 perfect 什么意思？就是特别的巧妙和好的意思吧。 perfect 就是完美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完美啊。哦，我以为你二椅子呢。你还六舅吗？你二椅子干嘛呀？您俩您也别美，您这都不像话，这不像话，对不对？这自己准备好的这不能算。这样，今天啊来到德州，咱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提字儿。在这，你那意思让观众提字儿？对呀、啊，不行，好极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就得行。万一我说不上来呢，多尴尬！尴尬也不是我尴尬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就是你万一说不上来，我们就让退票，要不退票就弄死你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咱有这个实力。等你行行行，我给您托付托付啊。各位德州的父老乡亲，咱们给他提字儿没关系，可有一样，最好提那个字典上都找不着的那种，犄角旮旯。太好了，彪，说彪那位同学，请你出去好吗？别介，你把这个字给我写出来。没有，这一千多位都说的是彪。彪是吧？对，好 ，boyo 彪。我用你拼出来呀、啊，那你要那么接，应该从波字儿接，波一又彪，我让你从彪字儿接，彪，彪，你又开始了是吧？又犯病了啊！笑的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随便乐，真是怎么想出来彪彪彪，哎呀，彪，彪的一声，生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你出去，这 perfect 就是你喊的，我告诉你，不像话了，这哪有这个呀？不行不行，这不能算啊！这边的朋友有没有？鸡叫，咚，嗲嗲嗲，哎呀，嗲嗲嗲嗲，哎呦，这德州都一样，神经病吧？接嗲字说得一牙嗲嗲嗲的一声，生不逢时，十分美好。漂亮，我们我看出来了，这今天你们家包场是吧？这个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来来这边吧，这边朋友有没有啊？端啊端啊，好的，端的一声，住嘴，给我闭上。我跟你说啊，咚不能再说咚的一声了，你要再敢说咚的一声，今儿是张鹤伦的一生。啊，把这给我撂下，有的是词儿，我听听。他在乎这一个两个的吗？嗯，咚，真是的，咚，嗯，听着啊，咚，不许得乌昂咚，我前后都给你堵死了啊，咚。真好，对，哎，端州扒鸡，你看看，端州扒鸡啊，人，你跟扒鸡撞上了是怎么了？人是德州扒鸡，谁说的端州？我气死我了。德州谁说得了？说的什么？人说得了吗？说什么？人说的是彪，不是端，端，端端作响，响，哎，这一个字可不行啊！你这这不行。你是不是赞助商？是不是你？扒鸡赞助商是不是你？我还真有这我。嚯，扒鸡都。
快说快说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护食。我这是哪有功夫，我是护鸡使者。说到哪儿了？对，说吧，重新来啊。我叫张鹤伦。哪儿啊？不，从头从咚咚咚咚咚的一声声啊，从说不说这个了，行不行？咚，对，你肯定是给扒鸡做广告来的，说半天了，行，我知道了啊，行，大伙儿认证，德州扒鸡，有牌子吗？没有了吧？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那不是，我第一次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我会饿，我说，对，行了，你别喊了，我求你了。让我说两句吧，咚字还是比较好说的，真的，比方说咚的一声，哎，咚咚咚作响，响响彻云霄，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的德州扒鸡啊，削你一下，下回再来，来。来之能战，战战之能胜，胜胜利锣鼓，鼓鼓往今来，来哎，来来来哎，来龙去脉，脉脉脉相承，承承上启下，下下回再来，来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儿旅游，游游人止步，不许动手。对，刚才你他妈干嘛来着？手不许动手，手到擒来。这哎，这出装这也太好了，待会儿这扒鸡你拿走啊。来者不善，善善者不来，来告辞。别别别别，别，快点来，赶紧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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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，是不是让浪屁抽着了？怎么了？唱也没用，让你接来字说，来生生生生老病死，死死去活了，是。说别的行不行？哎，这不行。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来啊，来来，来日方长，长生不老，老当益壮，壮志凌云，云开日出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虎踞龙盘，盘根错节，节。捷足先登，登峰造极，集思广益，意志更坚，坚如磐石，十分美好。还有谁？漂亮，感谢大伙儿啊！也不是我的专场，还给我送这么多礼物，啊，谢谢谢谢。
来吧，咱俩并股吧。我听半天你就喊扒鸡了。啊，感谢大伙儿啊！德州扒鸡也是贡品，这是。上台来呢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大伙儿认识一下。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不错，哎，多好啊！也说了半天了。哎，今天是人家张鹤伦的专场。哎，相声专场。人家要演三个节目。没错。啊，都很累。哎，然后我们哥俩呢是给人跨刀的。哎，什么叫跨刀呢？就是垫场。哎，助演。啊，助演演到这个时候呢，就不好演了。哦。为什么呢？观众都坐累了。坐累了呢，这个时间呢就会有观众起来去个厕所呀，应该啊，对啊，有上厕所的，非常正常，啊，让张老师下去喝点水，哎，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张鹤伦喝水的时间。哎，咱别放一块儿说，啊，行不行 啊可能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哎，啊，我的名字叫孟鹤堂，对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啊，谦虚了，没有什么名气。哎呦，跟这位老师比不了。我怎么了？啊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嗯，叫周九良。哎，是我。也没有什么名气。哎，都没有什么名气，别提了就。这样说心里边就痛快多了。啊，拿这个找平衡，啊。有的观众来说呢，嗯，就拿我们这个相声啊啊作为娱乐的一个场所进来听一听。对。啊，娱乐场所有很多种，嗯，对不对？啊，去看一看。话剧呀，哎，听一听相声啊，是，看一看二人转，这都是娱乐场所，哎，找乐嘛，都能让大家笑，嗯，对不对啊？有的时候拿我们跟二人转比，跟人家比不了，哎，有区别。人家二人转演员来说呢，人家不要脸，那叫什么话，那都没有。人家来说呢，人在舞台上人撒得开，哎，对，怎么叫撒得开呢？嗯，人家满场飞。要哪跑，哎，人家活跃，我们就让这个话筒给固定住了，哎，我们比较传统，对，所以说走不了啊。人家在舞台上来个绝活，嗯，对不对，下个叉，撕个脸盆，人练过呀，对不对，空中转体360尸体落地啊，对不对，摔死了，啊，这都绝活，嗯，人家都绝活，对啊，拿搁咱们来说，这叫绝活，哎，搁人杂技团来说，这叫什么绝活？嗯，对不对？这不叫什么绝活，对，这家常便饭。什么叫绝活？我们哥俩站着说着相声，哭嚓生一孩子，这叫绝活。我们倒没那功能啊，没有那功能。你这是生殖的机器，这是。没听说过，台上说相声，拉泡粑粑吃了，这叫绝活。怎么那么脏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有大哥说让来一个啊，真来一个，来，真，比如说，嗯，有一位啊，德州有钱人多，有一位站起来了，哦，说周九良100万让你吃一泡屎，你吃不吃？你这我都不理你，怎么的？演员嘛，他是有尊严的，是不吃，哎啊，就尝尝。尝尝行吗？哎，对了，哎，你甭看我，怎么的？让你吃，你吃吗？咱是逗哏演员，逗哏演员怎么？我会让他倾家荡产。哎，我吃不死他，你看，我追到屁股后头吃。行了，这容易断货呀。也倒不至于。嗯啊。拿这个相声来说呢，人跟周老师比不了。我怎么了？人周老师，人家最起码说相声之前呢，人家有学历，像我们跟人比不了。啊，人家后台有大事小情都问人家，哦，人家学历也挺高的，大学，嗯，是啊，那个大学是哪儿，啊，哪儿来？清华吧？哎嗨，您这老提这个。清华毕的。是是，是不是？不是清华毕的。哪儿毕的？派出所毕的。什么清华给毕的呀？怎么说来着？您少一页呀！啊，对，毕的业。人家是清华毕的啊，业。不是你那么开心的呢吗？清华毕业的，哎，那肚囊宽敞，后台什么事都问人家。是啊，有的时候后台那小孩啊，我们叫什么？打小熏，嗯，长大就好学。小孩在后台学相声，啊，后台写作业，有不认识的字不会写的字问谁呀？啊，
问他。问我嘞？问我，我不行。您怎么了？因为我是流氓文盲啊。啊，对不对？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。问人家周老师，嗯，那孩子都特别的乖巧，是拿着纸拿着笔找周老师。周老师，周老师，嗯，有一个字儿不会写。还有字儿不会写？问问。嗯。孩子，不好好上课，不会写了吗？嗯。什么字儿不会写？大粪的粪。单挑这字儿不会写。嗯。拿，我给你写。哎，我写个示范。纸笔接过来。嗯。说实在的，谁都有个提笔忘字儿的时候。这什么意思？周老师这会儿忘了。哦，蒙住了。还在那看着呢。嗯。粪。粪。你瞧瞧。粪粪。就是想不起来了。你说啊，啊，这粪就在嘴边上，怎么出不来呢？出来。您，啊，您啊，您啊，您别抠了，再抠也出不来呀。怎么出不来呢？什么叫粪在嘴边上出不来呀？那怎么着？什么叫怎么着啊？就是想不起来了啊，想不起来了。对，对不对？说实在，谁都有提笔忘字的时候，嗯，包括我也一样。是啊，今天我也有个小问题呀，啊，当着大家伙想请教请教您。哎，谈不上请教，一块研究嘛，探讨探讨。您说，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嗯，啊，您不要笑话我，嗯，您见过秤砣吗？秤砣我见过呀。秤砣您见过？这谁没瞧见过呀？那您见过会响的秤砣吗？秤砣能响？嗯，这我还没听说过。我就见过。你在哪儿见着呢？前一段时间出哪儿玩去了？嗯，去这个山区。哦，啊，延庆大山里头。大山里头，在盘山公路上碰见什么东西？什么物件？马车。哦，什么叫马车呢？我不说大家伙可能不太知道。嗯，什么叫马车呀？您介绍一下。就是前面一个马呀，后边一车，搁一块儿就叫马车。豁然开朗吧。你没让马车怼死你呀？在这马车这车辕子底下，嗯，有这么大一个是铜秤砣。它铜秤砣，这车一走，这秤砣当啷啷当啷啷，哦，当啷啷当啷啷，哎呀，它响哟！我的天哪！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因为你让傻子亲了。什么时候你亲的我？我是那傻子呀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别起哄啊！您说那个啊，挂马车上，对，那叫秤砣啊。啊，告诉你，记住了，那叫铃铛。还秤砣还能响？我的天哪！铃铛，这个名字这么悦耳啊！啊，您头回听啊，叫铃铛，铃铛挂那马车上那个铃铛还有一名呢。什么名啊？叫开车铃。怎么叫开车铃呢？不明白啊？您给说说，介绍一下啊。你在哪儿瞧见的这个？盘山公路上啊。盘山公路有一特点。什么特点？七着拐弯的。没错，那车把子呢，赶着马车往前走，他看不见对面来没来车，哦，容易撞到一块儿去。是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车辕子底下挂一个铃铛。车走铃铛响，铃铛一响，前头人知道了，哦，赶紧对面来车了，赶紧错错道，别一会儿撞上。哦，这叫开车铃，就怕怼上。对呀，啊，怼上就不得劲儿了，啊，交通事故啊。您瞧了吗？跟人聊天长能耐，嗯，哎，谈不上，真是长能耐哟。嗯，愿意跟您聊天。哎，我，您说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呢？好跟您说话儿去。您怎么？能耐不小啊。是能耐不小，哪儿也小不了。啊，行行挺好。我说你断奶断早了是怎么着？身体还不错哈。嗯，啊，这问问叫什么？开车铃。开车铃。哎，我这人好玩。是吗？前一段时间去哪儿了？嗯，北京北海公园。哦，北海公园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，大家伙可能不陌生。什么呀？白塔。哎，特别著名。我仔细一看，这塔尖上有这么一圈铃铛。啊，有啊。甭问。嗯，开塔铃。开塔。到了后半夜了。嗯，工人都下班了。哦，白塔琢磨我干什么去呢？是啊，我出去溜达溜达吧。哦，又怕怼着谁。哦，正好脑袋上有圈铃铛，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。嘿，天安门听见了。嗯嗯，
塔哥过来了，给让让吧。哎呀，您回来吧。白塔过去还说谢谢小天啊。哎，甭道谢了。嗯，跟您提个小建议。什么建议？以后少看动画片。不是开塔林吗？您说这个情况啊都灵异了。怎么呢？那白塔出去遛弯去，天门给让道，不叫开塔灵吗？不叫开塔灵，那叫惊鸟灵。又改了？什么叫改了？怎么叫惊鸟灵了呢？它叫惊鸟灵啊。是啊，它你躲我远点行不行？那个白塔那么高那么白，那鸟往上头拉屎搭窝去不好打扫，怎么办呢？要么我躲你远点行不行？你说呀，怎么办呢？那鸟往上头拉屎搭窝去不好打扫，怎么办呢？你跟个人似的行不行？那鸟往上头拉屎搭窝去不好打扫，怎么办呢？我问问你先生啊，最近你是不是缺活啊？不缺不缺，缺钱。咱别废话，您接着说。站好了行不行？好好好好，你接着说。那打扫一回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塔尖上安一圈铃铛，啊，风吹铃铛响，铃铛一响，把鸟惊跑了，不让它在上头拉屎搭窝。哦，所以叫惊鸟铃。惊鸟铃啊，就怕这鸟在上边拉屎搭窝。为了干净啊。您看人家了吗？知道这么多铃铛，嗯，我你大学铃铛系毕业的吧你？对，你大学疯了开铃铛系？你可以呀你，啊，可以呀，yeah ！哎呦，知道这么多铃铛，叫什么叫惊鸟铃？惊鸟铃。那天我在北海公园还碰一熟人，谁呀？你母亲？我妈呀！老太太60多岁了啊，好捯饬那个漂亮，啊，都是哎呦跟17、18似的，是吗？真的显年轻，真的，哎，这保养的好，你就当真的听，行。你有人话没有？捯饬，哎呦，捯饬那好看，捯饬那漂亮，穿的，哎呦，穿的那叫什么？那就一丝不挂呀！哈，哎，在公园里，一丝不挂，那就这我妈裸奔去了是吗？就穿的整齐，一丝不苟，一丝不苟。哎，那头发梳的那叫一丝不挂，对吧？啊，你妈才出家了呢。那头发梳那叫什么？一丝不乱，一丝不乱。哎，我仔细一看，在头发后边这儿梳这么大一个卷儿。哎，这卷儿上呢？插根签子，怎么插的？这我妈刚吃完烤串回来是吗？你得吃完烤串插一签子，这是这么插一签子吗？那不是签子，那什么呀？簪子呀！哦，对，簪子，我记有一签子来着。那穿大腰子上面呢？那是。你妈这后头是腰子？啊。你妈那肾长脑袋上，那多骚气呀！自个儿闻不着吗？等会儿吧，我跟你说，顺风走啊，啊，顺风走容易嗅到自己的味道，后边别有人叫，一叫一回头，哦，好骚，对了，别咂摸了，就这还咂摸滋味呢。后头那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呀？那是这后头那个大揪啊，头发发卷，发卷 啊，里边没包腰子吧？多新鲜呀！包腰子，发卷，发卷上插那叫签子。对了，什么签子干嘛呀？叫什么？簪子。簪子。对，我仔细一看，在这簪子这头这儿，嗯，有这么一铃铛。有。甭问啊，惊鸟铃。对。怕这鸟往你妈脑上拉屎啊？往你妈脑上搭窝呀？往你妈脑袋上拉屎去？往你妈脑袋上搭窝去？你妈脑袋鸟巢？你爸脑袋水立方，他不吃亏，你叫讨厌你骂什么街呀？废话啊！那鸟上我妈头上拉屎拉窝去了，我妈不回家，这儿呢晃悠脑袋是吗？惊鸟铃吗？就给吓跑了吗？那叫长寿铃，又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又改了。怎么又改了呢？又改了，你等我远点。嗯啊，我母亲60整寿那年呀，哦，我们哥几个为了孝敬我母亲，嗯，买了一个银簪子，哦，上头挂一铃铛，铃铛一响，祝福我妈健康长寿。
长寿陵，所以叫长寿陵，美好的寓意。你看我不知道，哎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不知者不怪啊。这鸟不会往你妈脑上拉屎的，哎，往你妈脑上拉屎去，没听说过。嗯，叫什么叫长寿陵？长寿陵。那天我看见你母亲在北海公园，啊，你母亲还不是一个人。对。那我妈是个老妖精，不是老，你妈怎么？什么叫不是一个人呢？我这逻辑中心可能有问题。你母亲不是一个人，哪出现问题了吗？不是，你母亲不是，对，你母亲不是一个人。您先等，你们家逻辑中心那么找是怎么着？你母亲不是一个人，您先歇会儿。你母亲，你可以了。你母亲是不是人？不是人。哦，去，那就对了。你给我绕到糊涂了。你俩，那我爸厉害呀，真是。不厉害。什么叫俩呀？俩人，不光他一人。对了，这么说就合适了。哎，不光他一人。对。旁边还搂一男的啊，那我们家老头啊，我父亲。我可能说多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看我啊，怎么了？这不多，你接着聊。我认识你父亲呢。不是我父亲。不是啊。长什么样啊？个儿不高。嗯，这么高吧。那么高啊，男的干郭德纲啊，是怎么着？你也是想瞎了心了啊！你妈要能搂着郭德纲，你还在这儿说相声？是，这倒也是，你早上留老根儿了。听着，这么高啊，带一小虎头鞋，虎头鞋啊，岁数不大，多大岁数？四五岁吧，这么大。啊，那叫搂一男的呀。是啊，搂一小子。对，小小子。哎，我儿子。什么？我儿子。你儿子？对呀。我的天哪，你儿子。哦，这你儿子。哎呀，你说说，哈哈哈，你儿子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儿子没有，都这么大了，你先歇会。我他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哎，你说爸爸抱，哎，谢谢你。我跟你握手吗？我都这么大了，哎呀我的，哎，你不是那个我儿子，我的啊，我儿子，你儿子吧？你那边指去，说儿子别指我。哦，这是我是我儿子，敢做敢当吗？是你的哈。对，哎，吓死我，我以为破案了呢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儿子？对，哎呦，长得好看啊，长得漂亮。对，这浓眉大眼的，呵，你看这双大眼睛，嗯，随谁呢？随街坊是吧？什么随街坊啊？什么叫随谁？谁你问这话呢？随谁呀？啊？小男孩随他妈。随他妈啊！哎，他妈叫街坊。对。啊，我娶一邻居回家是吧？刘街坊吗？什么刘街坊啊？长得好看，嗯，长得漂亮，随他母亲。对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长得这，我仔细一看，这孩子这脖子上还带一银项圈。哎，我说呀，嗯，这不是闰土吗？是啊。你那叉子呢？哎。叉子啊，叉你爹去了。你爹才是豪呢。废话啊，是个小孩带个银项圈就是闰土啊。闰土不就带银项圈吗？都带那个。都带吗？都带。不光带银项圈，嗯，还带一小手铐呢。对，犯什么事儿了这是？不是那种手，就不连着的那种手铐。那叫手镯。对了，手镯。嗯，手镯我仔细一看，在这镯子上，嗯，有这么一圈铃铛啊。有一圈，甭问。嗯，长寿陵。对，你儿子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，你们哥几位孝敬他呀？没有人给他打这么一圈灵的，祝愿他老人家。我才二十多，我儿子六十了，我们爷儿俩谁生的谁呀？这是像话吗？那怎么回事啊？那有铃铛，那不叫
那不叫长寿灵啊，那叫什么呀？百岁灵。又改了啊，就又改了啊，又改了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已经释然了。我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就。嗯、你要不先让你来，你说，你说，别闹闹，别闹，别闹啊、嗯！不怕您笑话？怎么呢？那叫百岁灵。怎么叫百岁灵了呢？有一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我儿子早产不足孕，完了身体不好。算错日子了吧？什么叫算错日子了？我算错了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没关系。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跟我没有关系啊，就是不足孕，身体不好。对，怎么办呢？老人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？给这孩子认干爹。哦，哎，认一个干爹呢，往这手镯上挂一个铃铛，认一个挂一个，认一个挂一个，那么些干爹保着这孩子，这孩子长命百岁，百岁灵。哦，就是这镯子上有一个铃铛，就是有一个干爹。哎，他明白了。哦，两个铃铛就是两个干爹。哎，哎呦，这剧场回音真大哈。哦，就是三个铃铛，就是三个孙子。哎，你们怎么不答应了？扔我一个人是不是？嗯，太不局气了。哎，他学坏不用教，就问清楚了吗？就是有几个铃铛，就是有几个。是的。没劲，没劲啊！就叫什么？百岁铃。百岁铃。对。那天跟你母亲聊聊天，你母亲说、嗯、有日子没上家里去了。哦，上家里看看去吧。啊，瞅瞅。应该上家里看。嗯，看看他父亲。哎，啊，老爷子，对，好玩啊，喜欢玩提笼架鸟揉核桃，这倒是都喜欢。最喜欢玩什么呀？架鹰。哎，老头好架鹰啊。嗯，哎呦，架鹰那个漂亮。哇，迈着四方步，这手架着鹰，嗯，这手牵着狗。对，好家这卷毛青鬃狗，好家。您先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啊，这手架鹰，左手、哦、左手架，这手架鹰，对，这手牵狗行不行啊？你老拽着我干嘛呀？那你说哪手架鹰，哪手牵狗？光架鹰不牵狗，不牵狗，对，啊、不牵，这手架着鹰，嗯，不牵狗了啊。哎，好，那就没你什么事了啊。是，什么叫跟老幼啊？这手架着鹰，嗯，这鹰这漂亮、嗯，列位您都没见过，什么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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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苍鹰。家架着鹰那个漂亮，哎呦，迈着四方步，没有不看他爸爸回头率百分百。哎呀，是人没见过神经病，这是。你叫神经病啊？我爸爸架一苍蝇干嘛呀？苍蝇，苍对苍蝇啊？苍蝇不是苍蝇，苍蝇不是苍蝇，苍蝇，你爸爸这落一苍蝇，你爸爸臭了。不，你说的苍蝇，其实非老么大苍蝇，苍蝇落一苍蝇像话吗？落苍蝇，打猎去干什么呀？一撒这苍蝇嗡得一蛆回来呀、啊、不是你说的苍蝇，苍蝇天上飞老么大，一叫这样，一叫一叫这样，嗯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，一叫一叫声就是特别大，那个特别尖锐，那、嗯、一叫这哦，我这学这不太像，就是哦，就这是、啊、哦，您先等会儿，您是手术失败了吗？又不是叫哦，就叫的啊！您说老鹰就得了，老鹰这么大个儿，对，这么大个儿。那哎，我一看这鹰太漂亮了，从头到尾一根枪毛都没有啊，是特别顺溜，会养。到尾巴这儿仔细一看，这儿别这么大一铃铛，哎呦，甭问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嗯，百岁铃。对，因为这鹰早产呢，嗯、它不足月啊，歇会儿吧，你怎么办呢？嗯、得给认干爹呀、啊。您先歇会儿。嗯，鹰是蛋孵出来的，你告诉我怎么早产呢？给磕开，那不瘫了吗？多新鲜啊！啊，也没听说过那母鹰飞着飞着，哦，蛋掉了，嗯、他学的像哎，你学这像，你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你就学那个鹰蛋掉了那种痛苦的表情。啊，那个是，我就纳闷了，鹰飞一飞，蛋怎么会掉了呢？嗨，这别废话啊，别废话，蛋怎么它就不能再紧绷一会儿吗？为什么非得要那么放松？您先歇会儿，
再崩一会儿回去再。你深受其害是怎么着？蛋怎么会掉了呢？不是早产吗？你问我呢？早产吗？什么早产呀？鹰那尾巴那挂那个吗？啊，那不是什么呀？那叫百穗铃，那不是百穗铃吗？那叫引人铃。又改了。嗯。怎么叫引人铃了呢？我父亲驾着他上哪儿打猎去，知道吗？荒郊野外，乱草蓬蒿啊，那野草都高啊。啊，鹰撒出去以后抓那个猎物，啊，等抓着了，草太高也找不着了，怎么办？鹰尾巴上别一铃铛，哦，铃铛一响，引人过去就找着了，所以叫引人铃。引人铃，对，啊，你瞧瞧，你知道还真不少。嗯，你们家这铃铛都有名字哈。是啊，哎，那天要是去他们家，还碰一熟人。嗯，你媳妇儿？我爱人。我那嫂子。是啊。长得那个漂亮啊，如花似玉一般，好看。哎呦，什么叫如花似玉？嗯，如爆米花似烤山芋一般呢。啊，好家伙，什么模样？长得那个漂亮，长得好看呢。嗯，哎呦，穿那个旗袍，穿那个紧身的旗袍，显身材。哦，说那个身材好，是那个用那个字母来形容，说叫什么？他媳妇就是那个 H 型。H 型是 H 型？干嘛？我娶一本田回家是怎么着？也可以是现代。那个叫什么 S 型？对，那也正面看 S 型身材。嗯，啊，身材都这样。这学名叫什么？叫小儿麻痹。你回来，你就不好来这个。这不是 S 型吗？这是畸形，这叫。这是侧面看啊，侧面看倒 S 型身材。对，罗锅啊，正过来啊。对，正 S。哎，你掉个儿啊？正 S 吗？挺胸抬头，啊，挺胸抬头 S 型身材，那身材那个腰肉，哎呦我的天哪啊，那身材，哎呀。看什么？你跑这过瘾来了是吗？怎么这年头摸自己也犯法吗？真逗了。不是，哎，我倒是纳闷，你自摸还能嗨了是吗？哎呀 ，S 型身材，那身材那个腰肉，哎呦我天，还烫头，烫什么？烫一爆炸头，哎，脸都炸黑了。啊，拿什么烫呢？脑袋还带朵花。嗯，什么花？列位，仙人掌，啪就拍着了。哇，血淋淋的仙人掌。哎，没有卡就靠歇会儿吧。不带仙人掌，那叫什么花？牡丹花。牡丹花。哎，我仔细看，这花心是有这么一铃铛。有啊，甭问，这是引人铃。我们这就上货来的。哎呀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各位，我们这是第三次出台，可能有好多朋友。哎哎哎哎，怎么叫出台呀？哎，不是，生活不景气，啊，也是为了挣点钱。生活不景气，咱得注意身体。我说没事，身体没有钱哪有身体啊？那别有钱没命花呀，这个。说良心话，今天来这么多人，时间已经好晚了，这是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么久了，坐在这里边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奉献给各位，拿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观众人也坐不住，啊，人家也是想看看德云社的演员你到底有什么能耐，是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人家看看德云社，人觉得带着朋友来，人觉得不丢人。对呀，对不？带着媳妇来看一看德云社，挺好的，两口子，或者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看一看，瞧瞧社会什么样。你等一会儿吧，有带朋友的，有带媳妇的，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来。你听听，你还是不了解德州。这是个好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么多人，你敢保证吗？我保证了。咱调查一下啊。怎么调查？这么着啊，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，举下手，我看看。谁说没？这么空旷吗？那空不空旷，您搁一边。那大哥就举手。哪位大哥举手了？您哎，好，漂亮，大哥，纯爷们儿，两口子。为什么大姐摇头啊？啊！我一说两口子，大哥，大姐那儿，嗯，不是，人家可能这脖子不舒服。好，没关系，是两口子吧？嗯，是两口子，没是两口子，祝你们幸福；不是两口子，祝你们平安。
您这说完非得打起来。没关系，四个人好好过啊。别去了，那四个人怎么过呀？来到这儿就为了开心，就为了快乐，哎，愉悦身心。人活着为了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人活着不就为了两件事吗？哪两件事？一日三餐。太对了。对于所有人来说，您等会这两件事，一日三餐，这不一件事吗？两件。哎，不是，他们起什么哄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 一日三餐就是一天三顿饭，我没以为什么，就是一天三顿饭哦，这不是一还有吃饭睡觉，对不对？哦，人不是吃饭睡觉，要不就是加班，嗯，天天工作加班，这点事吃饭睡觉加班加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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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班死了。这到底是睡觉死的还是加班死的？特别的惨痛哦。当然了，像今天各位不一样，有时间来这儿娱乐娱乐，嗯，放松一下自己，好，对不对？挣钱嘛，钱挣的不就是花的吗？得展示出来，对不对？来的值。哎，像我们来说吧，啊，也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、最拿手的一面奉献给各位。可不是吗？拿我来说吧，您怎么好唱？哦，您爱唱。哎，我师父好唱。哦，您说师父了。当然了，嗯，太平歌词来说，德云社，你看除了我师父，还有谁还唱吗？就这本门的唱啊。因为什么？太难哦，讲究韵味、发声，调门也特别的高，嗯，对，来两句感觉啊。您学学郭老师，对啊，我们听听。杭州美景盖世，行了，行行行行行行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这录音丢转了是吗？一点都不像。那可能就是高了，对不对？杭州，哎，美景盖世无双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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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往下了就。太高了，我师傅可能用前列腺唱的，没听说过，那再给师傅垫着。太平歌词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听了，是是，年轻人喜欢听什么呀？爱听什么呀？爱听啊，来两句吗？再来一个，来两句，来十那是太平歌词，那是太平歌词吗？哎，十八摸还太平歌词，你真逗，我不会那个那个东西。猛西游也不是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啊，有人说单刀会，单刀会啊，嗯，东走福陵下行船卢子敬白酒宴约请圣贤，那胆大黄文把书来下，下旨在荆州地关羽的帐前，有官凭接书关公看，那朗朗言辞写在了上边，上写着鲁肃蹲守拜，拜上了亭后的虎，死了都要爱，不淋漓尽致不痛快，梦想和心还在。怎么来这么一句？画的好萌哦！哎，行了，都死了，还看什么萌不萌的？我死你不成孤儿了吗？走！顽皮，观众们都喜欢，我们也愿意给大伙展现。嗯，说实话，在台上来说，每一刻都是很开心的。是，但是前提也说下来，不是说所有的时候、所有的空，我们都很开心，也有些烦心事，只不过是在台上的愿意把开心的一面展现出来。您还有烦心事呢？当然了。哎呦，那您说出来，我们开心开心。你什么他妈心态？这是？我没有，我就高兴。真是这前天来说，你就是要来这儿的演出、啊，对不对？要准备一下。好家伙，晚上睡得特别晚，早上想睡个懒觉。结果我媳妇儿起来，你说她起的就起来呗，你老婆她叫我啊，哎，七点了，七点了，七点了，你起不起？你起不起？你起不起？我一听这话，我的火汤就上来了。你有病啊？几点我就起呀？啊，刚七点，我起呀，我起呀，我起你奶奶个孙子呀，我起。哎哎哎，我让您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几点？
丫头叫我起。不是，不是，您先甭管几点了，您这冲谁呀、啊？冲我媳妇儿。冲你媳妇儿，你怎么骂我呢？我不学给您瞧吗？哦。哎，让您说，我是起是不起？那乐意起起，不乐意起别起。当时我媳妇儿也说了，乐起起，不乐起别起。哎，这话谁说的？我媳妇说的，跟我说的一样啊。那巧了，寸了，赶上了。哦，难免的，对不对？要您说这起来不就完了吗？是，我起来，我坐床这儿，你这不得醒会儿盹儿吗？对，我刚坐着，端过一杯茶来，哎，你喝两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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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我一听这话，这火汤就上来了。你有病啊！我刚坐着，你让我喝，我喝呀，我喝呀，我喝你奶奶个孙子呀！我不是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您等，不是您这冲谁呀？冲媳妇儿。那怎么又骂我呢？我这不学给您瞧吗？您这老啊，让您说，我喝不喝？乐意喝喝，不乐意喝别喝。我媳妇儿当时也说了，乐喝喝，不乐喝别喝。不是这话谁说的呀？我媳妇说的呀，可又跟我说的一样啊。巧了，寸了，赶上了。你看邻居们都知道，你说这，你们家是住大妈那广场上是吗？这巧了吗、你说我这喝两口不就完了吗？是是，没完啊！好家伙，哎，拿过来一个烧饼。哦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吃两口，哎，你吃两口，哎，你吃两口。你吃两口，我一听这话，我这火当时就收住了。我一想啊，人家拿点早点，这不也是为了我好吗？但我一想，这么搁几点呀、啊？搁几点我就吃啊？啊，我吃啊，我吃啊，我吃你奶奶个孙子！不是你这怎么了？我这是帮着你学他给我看的，哎，要您说，我是吃是不吃？我那败家娘们不理我了，嘿，我说给脸不要是吧？不说话也活不了了。我这问您点意见，您说您给我个主意。你问我行，可这里有意见，还有没有你媳妇儿的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我告诉你，不能有啊！再有，我就弄死你。不是，您就说我吃着不吃？要我说呀，你就吃两口。我媳妇儿说什么？就没说话。他也怕挨揍。我儿子过来了，爸爸，你就吃两口。吃你的吧！谢谢，别走。这都什么词儿的？大哥，我喜欢独语，你去跟我师傅洗吧。我这你都知道？没事，我给你快递过去。啊，喜欢这首，这么吧，再给大伙唱两个，唱一个啊，来唱唱。我的，唱唱什么呀？唱您拿手的。十八摸老怎么老十八摸？刚才快带兵歌词就说十八摸了，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，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，摸一摸头上的呀那个青丝发，你有吗？玉米的银牙嘴内来含着呀，元宝的耳朵呀一边一个呀。再往下可能就不能唱了呀！废话，唱到这儿得了。我的天哪，大尺度！我真的，我也发现我怎么什么都会呢？别不要脸了，人才。灞桥挑袍，不是灞桥挑袍吗？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可能来个斗地主好不好？斗地主。斗地主不就是游戏吗？斗地主大伙应该都玩过这个呀，对不对？那个有那个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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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叫地主抢地主，我抢加倍加你妹，就好多这个。哎哎哎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这版本更新了是吗？没有啊，那怎么加我妹干嘛？
谁说的？叫地主抢地主，我抢加倍，我也加倍。你这人耳朵有方言，我这个说怎么老有这句，对不对？后面的快点，我等到花都谢了。哎，这就你那野子那范儿，快点，我等到花都谢了。没怎么还打电梯好了，没这么夸、啊。别走，决战到天亮。大概是这个，嗯，这紫禁城里那公公打牌呢，这是。唱出来挺有意思的，来，我们听听。我最后收底，先扔俩三儿。就我最后收底，收完底之后，先扔了两个三儿。啊，那意思就是您是地主呗。对了啊，我最后收底，先扔俩三儿，他颤颤巍巍就出俩圈儿。哎呦呦呦呦呦！等会儿，怎么了？这圈儿啊，你这样，这样。那我怎么了？你刚才我都不好意思来这个，不是俩圈俩圈俩，哎，这么多事儿呢？不是，你这车开的有点老。我最后收的先扔俩三儿，他颤颤巍巍就出俩圈儿。他上纲上线又扔出俩尖儿，逼得我没招就上了俩二。我不管你是红桃方片儿，也不管他是黑桃草花儿，你俩的破牌就放在一块儿，无非也就是一堆小三儿，仨勾带俩九，仨黑带个三儿。你要记住，对儿管对儿，单儿管单儿。如果有机会让我出一串儿，三四五六连到勾圈开尖儿。鸡爪子，俩王最大，谁不害怕？上家太差，真他妈的尴尬。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瞎炸，真想呼你个大嘴巴。当个四儿，当个六，又带一个八，没有仨带，砸我就挂。最大就是一个尖儿，这又不是炸金花儿。炸金花儿，好，这么个斗地主。对，平常我就爱研究这种歌曲，嗯，因为唱出来有意思，很俏皮。对，我也好改编啊，是改编这样那样的歌曲来说。还有什么改编的啊？有人说，啊，小妹儿听我说啊，这是一首来，也是我改编的一首歌曲。哦，嗯，来，这大伙听一听啊。啊，男人怕寂寞，到处去找快乐，现实有何多？可千万别犯错，如今的小妹儿啊，姿色都不错，男人见了别魂不守舍，做个好男人，不做花心大萝卜，人在外漂泊，要经得起诱惑，现实诱惑多呀，金钱惹的祸，不要游戏人生而迷失自我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是每个男人全都好色，在我们德云社别说还真有一个德云版主小黑胖子，他就姓郭。你会死得很惨的啊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。行，我们不是陪您过夜的演员，但是我的口号就是您给我一份我就还你一片情，对不对？那不还是陪人家那个，就这么开心。行了，接下来把一首那梦西游奉献给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。哦，梦西游呢，说的是西游记的故事，唐僧带着一个猪，嗯，还有一个，哎哎哎，你说猪别指我这边，我这不夸你吗？说谁猪是夸谁，指你指你还不行了，这事还真多。唐僧带着一个猪，还有一个我说不是，那牛脸是跟纸是一样的。唐僧带着一个猪，哦，有毛病吧？别了，挤眉弄眼的都不行啊。就是旅游的故事，取经的故事。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了孙悟空，手拿着金箍棒，表情还很淫荡，站在了
五指山顶上，陪着师父西天去取经，一路降妖伏魔成英雄，后跟着猪八戒，还有沙悟净、白龙马，上面拖着唐僧，唐僧一路不珍惜那么多美女，他却没有一个看上的，我怀疑他是个 gay， 去向有问题，他可能看上了我的二师弟。谢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这么的今天呢也带来了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把他们叫上来跟大伙儿呢见一个面，然后一块热闹热闹啊。好，一个一个一台的，这我们有一个就是眼睛该治一治了，真的说话真的这一台的妖魔鬼怪啊，也没有办法。依次啊，介绍一下啊，头一位，这是我们美国卸任的总统里根，李先生，还现任呢，没有。哈，第二位呢，这是我们时代史爱敦史老师，哦，史爱东史老师，这位呢是张鹤帆，啊，德云社的，哎呦，红酒啊、面膜代理都找他，又特别有钱啊，特别抠哦。到底是有钱还是抠啊？特别有钱。那个接下来是我们当地本土的演员李鹤彪。接下来呢是我们德云的堂主啊，叫孟鹤堂。接下来呢这位呢是孟鹤堂的搭档，叫周狗粮粮粮粮粮周九良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些演员啊，这么着孟鹤堂的人气特别高，赶紧上前面来吧，大伙都期待着你呢，啊，啊，你就躺当垫就行了，躺当垫我给你撒那个花瓣和菊花，我还有送白菊的呢，我是不是很开心？含笑九泉，嗯，这么着吧，咱什么的结尾呢，咱一块儿给大伙来一个。来一个，孟老师多才多艺，对，真的多才多艺。以前的不在这儿，以前在夜店跳穿衣舞，后来您先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我问问啊，人家只有脱衣舞，怎么有穿衣舞？脱衣舞是低级的舞蹈，我们孟老师跳的是穿衣舞。那他怎么个穿衣舞？光着上来，光。那衣服从哪儿来呢？光着上来，但也不是你们想的光着，这意思，人家该挡的地方挡着点。我觉得也是嘛，挡着就是挡着脸啊。嗨，hey， 是拿这菊花挡着脸是吧？特别可爱。今天孟老师给他跳一个，你的口号不就给你根钢管，你能舞动世界吗？别跳了，咱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能唱还能唱啊？你们唱，你们唱一个的。我别我你们开专场，我别这么着，咱一块儿来一个，好好，咱一块儿来。行，一块儿来。展现自己的特点。对，有一个节目啊，叫有一个歌曲叫《狼的诱惑》。对，狼的诱惑。我觉得这个里边方方面面都能展示各种技巧。这么来，我来那个主唱啊，啊，您来那个，你擅长什么？我这么，我来一个 B-box 的。哎哎哎哎，说这字的时候别指我啊，虽然我那边没有就指我是吧？你听没听过 B-box 吧？我听过，听过。对对对，王老师到时候给大家点间奏。行，现在展示一下。对对对，好，你先来。我先来 B-box。我先听听。狼的诱惑，我觉得这个里边方方面面都能展示各种技巧。这么来，我来那个主唱啊，您来那个，你擅长什么？我这么，我来一个 B-box 的。哎哎哎哎，我们的话筒还要呢，你有点看见吃不下的意思。我的没有关系啊，就有一点咸而已。还咽了啊，是。咱们来吗 ？B-box 住啊。
别帽子不是、哦，我以为结束了呢。他那不行，那个你还是拿你就展示一下好不好？你看你 B-box 照郎老师差远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来你那，你除了 B-box 还会什么呀？比如 rap 饶舌什么的。我前面来 B-box 入 rap 啊，来你来这个。狼的诱惑吗？啊，什么调呢？High C， 好 High C， High C， 什么叫 High C 吧？使劲 C。怎么这么恶心、啊哎？你是不是没有这个说不了话呀？你能不能把它咬断了再咽？咬断！哎呦我，这人思想怎么都这样？哎，你这瞬间让人恶心一万倍，你知道吗？加倍嘛！好吧，老开始了啊！我踏上了征程，寻找未来的天地。如果没有你的陪伴，我该怎么走下去？如果天，如果地能够永远在一起，我的眉间留下一种爱的印记。哦，信不信了，信不信了？爱情需要勇气，你不要相信天长地久只是一种运气。哦，狼狼狼的心，狼狼狼的情，你信誓旦旦守着花开，不会再孤寂。要要，好想唱情歌。又又，看最美的烟火。嘿嘿。我突然间，你俩觉得有一个多余的，怎么？都听出来了吧？你别唱，我唱了。我这比你那好。你来，你对。我的天，我没来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头一回合作，这。在城市中漂泊。Come on。要不然你让他来。你别让他，他还没咽下去呢，这。快点吧，我都控制不了了，我的。在城市中漂泊。我爱为你颤抖。check now。曾经，多少风雨中，爱上了寂寞。哟哟，凝望夜的星空。哟，枯萎了所有。嘿，是狼给的诱惑。嗯呐。风干了寂寞。咋的？这渴望的天空。干啥呀？是我的所有。扯犊子！别唱了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2016德云社无与伦比张鹤伦相声专场德州站的演出今晚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捧场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